不得了啦，完全了，欢迎九力蔡依林，九力，谢谢，女神降临了。这是我新专辑呸的第一的主打歌，叫 Play 我呸。哦，就是呸，这是单曲对不对？呸。那为什么这一次会特别叫 Play， 然后叫我呸？因为专辑的主题是很像是人生的剧场的感觉，所以你的人生的一个 moral 就是呸。所以很生气吗、欸？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你最近还顺利吗？呸，是这意思吗？一个女流氓的感觉，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来面对很多事情，你不用那么严肃，所以才叫呸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专辑的很多角色扮演，哎、对啊，有四套对不对？在我呸里面，因为歌词里面有一些人物角色，所以本来是要在七月发，但是因为音乐还没有完全，那时候还没有挑到自己很喜欢的，然后因为这个 Play 我呸的歌词是先出来的，他没有曲，所以就拖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就是等导演的时间，对，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终于完成，终于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力求完美，对，精益求精，当然希望给大家很多的很有内容的东西，一定一定，光是前几有几波宣传照出来，这次特别飞到纽约去拍，对，就是想要试试看不同摄影师的风格。那有感受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就是都讲英文 ，OK， good， very good， 台湾就是哼，来，跟我一个，还要 pause 哦。你那个太乡土了，哦，不是，我们这边是三立都会台 ，OK， 我们要 international， 啊 ，international， OK， so，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 album？你在他面前讲英文，他这一次sorry， 他还很冷静的用中文继续回答你。对，这一次的这个拍摄就是完全，因为这个造型师 The Blondes 他们的系列的服装就是很有戏剧效果，对，都是比较夸张。这一套就真的还蛮，就是他其实这个概念是全身杀过人的那个血在披风上，等一下，他是用那个亮片营造出那个血的感觉，喷溅的那种，就是那种要逃跑的。所以你是一个在这个封面照片，你是一个女杀手。有一些它是以那个恐怖片的电影作为主题的衣服，哦，都是有主题性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是那种比较戏剧感，刚好符合专辑腰的角色扮演，所以就有这种很美式的风格。那是什么时候会正式发行？11月15号会正式发行，然后29号开始预购了。OK， 10月29号开始预购，对，然后11月15号正式发行，大家可以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一下。而且其实除了这么多角色之外啊，听说这我们还没看到 MV， 但是这个我看到 teaser 的部分，对，听说点点这个舞蹈也是相当的有难度的。这舞蹈还蛮。我觉得不会太难，真的吗？那惨、哎，马上掉漆。对于我们这个外行人来说，每一支舞都是非常的难的。毕竟我是连来到一个卡加布列岛都跳不好的人，就是很有节奏感、啊。现在有节奏感吗？有。希望可以上一堂。你可以征服卡加布列岛了，恭喜你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Play 我呸，它最主要，我希望让大家听到的时候是很有。很想跟着我一起跳，所以它有一个 beat 是蛮适合大家学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是一种排舞的感觉。对，那就是那种。现在已经稍微可以透露一下是哪一个动作吗？就是你们看到预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它是就是这样啊、哦。哒哒，有一个就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哒哒走了，这样子。拍手，哎、欸，你的手上放个莲花刚好差不多，哎，好适合哦，就是嗨，现在大家可以礼佛啦，就是有一点点很就是一个 groove 的感觉，一个 groove， 一个 groove， 在乎、oh, I don't care， 然后pay、yeah. 黑人女生，哎、欸，你跟他，你不要在他旁边跳了，真的，他跳起来就很有舞感，跳起来真的很像端莲花，我真的觉得，你这手有吗？有吗？手上没有莲花，请帮我后置，各位朋友打给吼，哒哒哒哒，这样，
你看像不像？有啦，我再一次，再一次 ，OK， one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不服输哎、欸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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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到时候看完整版的九令的 MV， 可以一定会有教学版，对不对？可以把蔡依林搞得这么尴尬，你也是不简单，你也算是就是一个功绩上一笔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看今天九令今天的颜色也是走一个亮色系的，所以呢，好巧不巧，我们今天都是亮色系的，硬，对不对？太硬了吧，硬要扯一个，不用这样子吧？哦，这样吗？对啊，这样太硬了吧？因为其实我有 follow 你的那个 Instagram， 嗯，然后你昨天不是发一张你在做那个翻糖吗？啊、哦，翻糖，对对对，这也是你，所以其实生活中的蔡依林是一杆少女心的，是很娴熟，然后会专心于厨艺，然后甜点的那种。对，我私底下是蛮喜欢做甜点的东西。你比较喜欢做西式的，西式那中式的你有？中式还没有发糕啊，然后超贵那种，对对对对，超贵。哎呀，我你有在做吗？有在钻研这部分吗？对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。我跟你讲。当，因为他甜点，你叫一个女神做超阿贵，哎、欸，这也太草根性了吧？不是，他的甜点已经做到开始，已经要就是他甜点都是可以直接上架去卖了。哦，对啊，他那翻糖不是一层，他还有做造型，对，就等于是那种精致西糕饼店的那种。对，因为我下次可以就是超阿贵外面弄翻糖， yes, 可以 ，yes yes， 你这个不得了，阿基斯都要跟你叫一声姐姐了，塞耶。你让你当嘎哇欢堂上面做超鬼，这很厉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听说九令想做实境秀哦。这次也是让大家窥探一下，就是我的角色是什么，就是私底下的角色，你私底下的样子吗？想做一个私底下的样子。对他们就是想要有一个这样子好玩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去尝试一下。欢笑一箩筐的那一种吓，你现在讲的是欢笑一箩筐这个名字，真的耶，欢笑星撞地球嘞，欢笑一箩筐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一边在那边假装，就是你可能扮演某个东西，然后让经过路人吓到。哦，你说你演那种路边不会动的，我可能雕像那种，对，就是可能。一种是真的就是跟着我私底下的样子，一种可能就是希望可以歌迷给一些特别的想法，你想要我去做怎么样子的角色。哦，可能今天我订了麦当劳，然后打开门外送服务却是九令，有可能麦当劳来了这样子吗？对，哇，那我觉得那个人会脑中风，就太激烈了。我这样觉得，哎，对，你刚讲的好有画面，就是我想订披萨，然后打开，然后或者麦当劳来，然后。对，我是想看那个大家的反应，大家的反应，然后就像最近那个林书豪也做了一个这个很好玩的，他的那个大家没有认出他来，对，而且这个实境秀就只能像九令这样子的砍台可以做，因为像是我们去做的话，大家可能说，哎，露露走下坡了，来这边打工也不意外啊，真的，因为九令去做就觉得哇，很合理，好棒哦，然后露去做就是，哎呦，这边开始上米羹啊，上披萨、啊，没事。去做哦，对，哎，其实今天九令来这边呢、啊，除了刚刚我们这么近距离，就是其实所有人不要看我这样，现在其实已经心脏是扑通扑通跳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是很喜欢你，谢谢。真的突然间告白了，你的拍子也太奇怪了吧？突然间告白，但是因为我妈妈刚刚知道，就是我今天要来访问九令的时候，她很激动，她刚刚传了一个LINE说：“小米啊，你要访问九令哦，你也可以要签名，要拍照呢。”啊，你要上城头，我好啊看。好，妈是你的大盆。我告诉你，我妈妈从来不追星，她就只喜欢你。真的、哦，真的，她连大嘴巴都不喜欢。那你妈、我也没有讲话吧？我这样躺着也要被中枪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开什么玩笑？那你妈喜欢跳舞吗？我妈哦，妈最喜欢了。真的、哦，我妈那你回去教她这个，对，甚至教她这个。对对对，好，妈妈那个九令说她愿意就是教你跳舞啊，你要看 MV 哦，哈。而且妈妈要就是最近很常的打外送哦，说明九令会送东西到你家、哦。对。吓死了、哦！有机会、哦、好刺激哦！好了，那个九令呢？我们要看一下还有活动要跟大家说、哦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有
16号，因为15号发行嘛，然后16号在西门町有一个签名会，嗯，然后还有23号在高雄，来来我帮你拿，你这样在在高雄、台中，对，所以会有这3场的签名会，就是专辑发行之后。好的，分别在台北、台中跟高雄。那上华纳的脸书，好的，可以知道更多的蔡依林新专辑《Pain》，还有他的这个活动的签唱会的场次跟时间详细资讯，所以全台湾的同朋友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啊。是的，记得这三个时间哦，可以跟九令近距离的接触，看看他本人有多可爱、多美丽。好的，那最后再请九令帮我宣传一下你的这张最新的专辑。我最新专辑《Pain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九令蔡依林，谢谢，谢谢。休息下来，回来。金钟影后林依晨订婚了，封面上。怎么一回事？亚洲流行天后蔡依林回来了，暌违2年，即将推出新专辑《呸》，概念更来自 Play 的谐音，更富有表演扮演的意味。为了打造全新作品，唱片公司砸下6000万前往纽约拍摄新专辑造型，让粉丝好期待。现在在这个纽约的玛莎格莱姆一个舞蹈家的一个 studio， 然后遇到我这一次合作的 The Blonde 的设计师，然后身上穿的也是他们系列的。那这一次专辑因为是 play， 所以有一些戏剧效果，刚好跟他们这一次的collection 很像，就是很有戏剧效果。Win 专辑 play 的造型，九令换了多套华服，跟为了呈现最完美的作品，5天睡不到4小时，但是九令却意外享受这次角色扮演的辛苦过程。刚好这一次的服装都很有戏剧效果，有比如说恐怖片啊，然后或是像这个Twitty， 而且它很多很女性的东西，再加一些戏剧感，刚好很符合专辑的风格跟概念，所以非常荣幸可以有这样子的角色扮演。各式各样的造型也让九令在纽约玩疯了，本来就是时尚教主的他，每套衣服都能成功穿出自己的味道。而全新专辑《呸》也将在11月15号正式发行，歌迷们准备好一起 play 吧。才刚办完粉丝见面。